南韩男团 100% 有原组男团神话的 Andy 培训2012年出道，然而队长徐敏佑2018年于家中猝逝，享年33岁。此后成员们纷纷入伍从军，21日是他们出道满9周年，但23日经纪公司 Top Media 发出了最新声明，公司与 100% 成员绿贤、宗桓、灿龙跟贺敬将于2021年10月9日到期。在此之前与成员深入的讨论之后，决定结束 100% 的活动，正式宣告9年团体解散。公司也感谢成员与公司一起走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也将会为成员未来的生涯给予应援。而4名成员也共同发出声明：谢谢一直爱着我们的粉丝，谢谢你们一起陪伴着我们的20代，觉得很幸福。而原本预计23日晚间将开直播与粉丝庆祝出道9周年，但公司在下午发出声明宣布解散，也让当晚的直播涌入大票粉丝难过打气啊。